多给老人家一些关爱，一些关心，多给他们一些陪伴，多给他们微笑，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可能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有一些唠叨有一些可能有时候会有点烦躁有时候会烦人，但是他们的初衷都是为你好。那来封信别忘了。找一些认同。